们是把花热纱织造在袜子的里层，好，那在里层的部分再去做一个刷毛的加工，让这双袜子穿起来它的保暖达到一个更极致。刷毛以后，除了你穿起来你觉得非常柔软舒适性以外，就像我们羽绒或者是羊毛羊绒这一类的东西，它的作用是可以借由这一部分储存更多的空气，然后避免跟冷空气产生对流。这双袜子虽然状况是这样子，其实它是用竹炭纱，像竹炭来讲，它是利用它的非常多的孔洞，它也是利用很大表面积去把臭味吸附进来。